7月20号下午，关晓彤的妈妈李军在微信朋友圈晒出了关晓彤的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并配文字道：今天7月27号收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发自内心的高兴，感谢为晓彤成长付出过的人们，感谢大家。据悉，双科状元的关晓彤以552分的高考成绩和90.41分的专业课成绩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被网友封以学霸称号。细心观察可以发现，曾有着国民闺女称号的关晓彤已经长大，戏路逐渐拓宽。而对于女儿的感情戏，妈妈李军透露，她的年龄越来越大，感情戏肯定会越来越多。关晓彤现在没有男朋友，家里也没有禁止她谈恋爱，本着不鼓励不反对的态度，一切顺其自然。对于是否建议关晓彤拍本戏，李军却斩钉截铁地说建议，现在肯定不让她拍本戏，等她自己真正成熟了才行。